OK， 我来看一下，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人的闹鬼房间，应该没有这种事吧？好 ，OK， 10月20号，40年前是一个墓地 ，OK。好 ，OK， 今天呢是10月20号，我来到了这间旅馆。那这个旅馆呢，它在40年前是一座墓地。对，可是你们可以听得到，现在非常的热闹。对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状况。对，那这个房间其实有一个故事。这个旅馆呢，在之前常常会有住客进来，然后发现会有奇怪的人影在这边游荡。直到后来怪事越来越多，有的人是窗户被打开，有的人是门突然被打开，然后到后来。你们刚刚有听到那个奇怪的声音吗？我这样讲好了，这样比较不可怕。对，就是到后来。是一个马桶在动的声音，有没有吗？没关系，我先讲完。有的人会发现窗户打开，门打开，然后到后来有一个房客入住这一间房间的时候，他发现原本房务人员整理好的房间，竟然变得一团混乱。是非常非常混乱的那种，然后于是他向房委员反映，房委员就让他退房了。到了晚上，房委员再度进来要打扫的时候，发现旁边那张床上有一个不明的尸体躺在上面，而且眼睛直立立的盯着天花板。对。这个气氛真的很奇怪。好 ，OK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厕所怎么回事。
刚刚环顾完整个房间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异状，可是整个气氛就是让我非常的不舒服。对，好吧，我去，今天在那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我刚刚那个片段呢，其实是我要挑战助鬼未完的那个企划。对，你们还记得那个留胡子那个惩罚的挑战吗？但是呢，我的确是找到了一个40年前是一个坟墓的民宿，本来想说去那边住一晚来拍摄，可是因为我询问过了老板，他不让我拍摄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另觅他处。我们小时候都有听过一种东西，叫做校园都市传说，有阶梯的传说，有厕所的传说，操场的传说，甚至是篮球场的传说。想必大家也非常的好奇，毕竟没有人会在深夜的时候进入校园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选了一个校园，进去选5个点，请你们帮我投票出这5个点，你们要让我在哪一个点住一晚。这个校园呢，就是我上次去《鬼影实录》第一集的时候的那个校园，其实蛮可怕的。OK， 那我话不多说，先带你们挑地点吧 ，Go。第二个点呢，我想要找楼梯。对，觉得学校的楼梯也有蛮多传说的。这里有个厕所，然后第二个点选了厕所。好 ，OK， 那我去找第三个点。我想要往那种有操场的地方移动。走这，操场走这。这里不错吧？这里。那时候差不多11、12点，整个操场只剩下3个人，一个是我，一对夫妻，再还有一个女生，4个人打一打，就听到那个女生在那边尖叫。原本想说她可能只是精神有点状况，那两个夫妻也还在继续的散步，我以为那是他们的女儿，但是打一打，我发现越不对劲，那个女生开始头一直摇，疯狂乱叫，乱冲刺，就打算要把球收起来走人，结果转头就发现那两个夫妻不见了。只剩下那个女生，这个时候我全身都是鸡皮疙瘩，我就赶快往出口的地方走，走一走，回头我发现这个球场本来底下是没有球的，可是突然多了两颗篮球，就在这个位置，突然多了两颗篮球，像是门神一样守在这边。我一回头看到那一排壁画，突然我觉得长得真的很像坟墓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赶快离开了。时隔10年。这个球场，我就把它当成第4个点，出事篮球场。那我们去5个点 ，Go。游乐场，对，带你们看一下一个蛮……小心这里有毒，你走。我知道。对，它是一个露天的，然后就在操场旁边。游乐场也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情的地方，所以我把这里选成5个点。会设立投票功能，帮我票选一下下一集《鬼屋住一晚》，我来这边的那一个点睡一个晚上，进行有关于这个场地的都市传说。OK， 各位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